们是绝代中 Q， 我是大 Q 中叶，小 Q 维林，还有 Mini Q Henry。阿妈妈，哦，你在妈妈哦。啊，你在哦，你在吃奶粉？奶粉哦，好吃吗？好吃啊、哦！不是这样子吃啦。今天呢，我们很特别，我们要来拍一个特别版的 Mini Q 近况更新、嗯。其实是因为呢， Mini Q 最近已经有点到了那种语言爆发期。对。然后他已经会讲了非常多的单字。然后今天呢，我们就想说要来考验他。那我们就准备了一些的照片，然后等一下要来让 Mini Q 猜猜看那个照片上面的人物或是物品，看他可不可以精确的讲出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。没错。然后呢？没错，他现在就是我们讲什么，他就会重复最后一个字。对，只是说最近有点语出惊人。对，像有时候我们就不知道，他怎么突然会说这句话。有一天早上起来的时候，他突然跟我们说“鲜奶”，对，吓一跳。鲜奶，讲鲜奶哦。对啊，好好笑。对，然后我们去上厕所，他就说尿尿，尿尿。然后妈妈在房间，她就说电脑，因为我在弄电脑，她就说妈妈在弄电脑。现在是一岁四个月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就真的蛮厉害的，所以我们就来考验她，也给大家疗愈一下，因为大家说听 Mini Q 讲话真的蛮疗愈的，对啊，我自己也觉得很疗愈，那种奶音奶音的感觉。对，而且我觉得她发音真的蛮清楚的。那今天在开始之前呢，我们要谢谢明智找我们合作，嗯、就是这个 Mini Q 现在快把它咬碎了。啊、没关系，这之后然后全部一起泡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要来介绍明智他们家的乐乐 Q。乐乐 Q 贝啊，是 Mini Q 从小喝到大的。他平常都是喝母奶，所以配方奶都是做辅助使用。大家相信吗？ Mini Q 喝的配方奶，十根手指头算得出来。对呀。有时候配方奶是真的很好用，例如说爸妈不在，然后请我妈带的时候，就可能就要喝配方奶啊。但以后我断奶， Mini Q 也要开始学习喝配方奶，所以我们就是一直家里都会有明智的配方奶在家里做备用，然后也会喝这样子。对。而且这也是唯一他会喝的，他其他牌子他喝了会。像乐乐 Q 杯啊，它一盒里面就有16条，然后每一条的包装啊，它都会有生产日期在这里。对。然后呢，一条里面有5块方块奶粉，然后一颗呢可以冲泡40毫升，所以等于一条呢可以冲泡200毫升。然后呢，大家看它这个外包装的虚线，它也是对应每一颗方块在的位置，所以你就可以倒出来之后很精确知道，第一颗方块就在这个位置，第二颗就在这个位置。比如说你要泡160，你就捏住最后一颗，就剩4颗嘛，你就直接倒。这样倒，然后呢，用手就可以撕开包装。像我们一次通常都不会喝这么多，喝不完的话就用夹子夹住袋口，然后开过的可以保存1周，然后当你下次要使用的时候，再沿着蓝色的虚线撕开就好。然后接下来就是爸妈们最注重的营养成分啦，他们的配方研发的基础啊，是根据明智母乳科学研究及幼儿营养调查，收集了20万名以上的宝宝的数据啊，不断改良研发出来的产品哦，还有降低 beta 乳球蛋白技术，以不破坏蛋白质结构的完整性。只减少贝塔乳球蛋白，然后保留多种优质蛋白，内含的 DHA 含量也超高，然后可以启动宝宝的成长学习力。嗯，有没有成长学习力？有没有？哦，好赚啊！哦，好赚哦！哎呦，特别添加乳黏素配方，强健体质、防护力，还有 FOS 寡糖，就是可以帮助消化排便。对，也没有添加蔗糖香料。乐乐 Q 贝也是全球首创专利技术，把粉状奶粉变成方块，和粉状奶粉营养价值一模一样，所以真的是爸妈挑选奶粉的好选择，方便。对，坐在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就要来玩游戏喽。好，那我们先玩游戏吧。妈今天准备很多照片哦，你准备好了吗 ，QQ？ 好。妈妈要考试喽。好，考试喽。等一下你要跟大家说你看到的是什么哦，好不好？好。QQ， 这个是什么？孩子。椅子。椅子。对，它的阿子。椅子。这个是什么？阿爹爹。谢谢。谢谢。答对。好聪明呢。这个是什么？按。对，按可以按的，可以按的，是什么？脑。对。脑，对，好棒，好，再来。这个底下是什么？有。不是球球。对，他只有吃过整颗。对对对，你看看这是什么？你说这是什么？可能有点陌生。不是球球。这个没。好，这个答错。这个是什么？哪一样？我一样的。球球，你怎么那么厉害？好，马上下一个。好，下一个哦。这是什么？喵。笔，拿笔，笔呢？在找他的。对，他在找他的笔。我们考下一题喽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
蹦蹦，哦，在蹦蹦的时候要干嘛？啊，啊呀啊，然后呢？呀，这个很好，下一题。最近超爱这个，这什么？哦，滑，滑，对。他会说指甲梳头滑，指甲滑。头发，他的头发都说滑。你再说一次，这是什么？贝贝，小贝贝。贝贝，贝贝。他现在很厉害，就是他大完便，他就说佩佩要换佩佩了。我们先交叉一下，我们换人物好了。好，换人物，你会认识的人物。这是谁？阿美。答对。这个是谁？阿美。哦，答对。然后啊，这个是谁？来掉。答对，哦，好快哦！下一个，这个是什么？阿妈，哦，马，对，阿妈，阿妈，好厉害，好兴奋，好兴奋，最爱的东西，注意力，你们一起旋转木马，好，好哦。下一题，什么？旺旺，哇旺旺，这个是谁？是谁？比较难哦。旺旺，这是谁？他去拿旺旺了，他去拿旺旺，他看到一样的要一起拿，啊，你要一起拿，哦，你找到旺旺了，好厉害啊！那你知道这是谁吗？阿妈。太像了，对不对？阿妈是。好，那我来。太像阿妈了。好，好，这个这个是谁？阿伯。阿伯，对，姑婆。好厉害哦！好啊，这个是谁？阿妈。阿达对，答对，叮当叮当。啊，这是谁？阿舅。阿达对，这两个阿舅，两个。哦，好厉害哦！好啊，这个是什么？阿妈。哦，好厉害。真的吗？那这个是什么？阿妈。这个不是马。是什么？牛。对，好棒。牛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这个阿舅赵赵啊，阿赵啊，阿赵啊，这是阿舅阿赵阿昼阿昼啊。好，这个是什么？魔魔魔乳液叫做魔。好，我们这个是谁？艾瑞娜。大家以为视讯。这是谁？你先，奶妈给你。这是谁？老爷爷。爷爷啊，爷爷。啊，这是谁？阿妈。阿妈。阿妈跟爷爷，对不对？我给你看一个，这个是谁？是谁？波，我跟你说波，叫他的妹妹小萝卜。对，他最爱小萝卜。阿舅舅，舅舅，这是谁？这是谁？阿妈。对，妈。再给爸爸。谁？啊，是谁？戴口罩的。爹。对，爹。好，我知道。来，这个这个考你，这是什么？宝宝。哦，对，洗宝宝。洗宝宝用的。好厉害哦。什么？拿拿。拿不到，你手上有一个，你手上有，哎，一模一样的。你要喝吗？好。是 my hands, 是 my knees. Ooh, you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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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ou. 喝啊，好喝，好喝，哦，你们头好壮壮，哟，好了好了，好，来呀，有没有发现 mini Q 又进步超多了，然后学习力爆发，然后像 Q 喝的这个乐乐 Q 杯啊，它有极佳的溶解力，然后有独立的小包装，然后在未拆封的情况下，只要再放在阴凉处保存就好了，而且这样子就会让我们省去要用汤匙计算奶粉量的步骤，然后又可以更精准的套出你要的奶量，只要撕开包装，然后倒入方块，既快速，然后又很卫生。我觉得 mini Q 它现在真的是变得越来越聪明，然后越来越厉害，越来越皮了。越来越皮，对不对？他一开始有像那种小男孩的样子。他会开始慢慢测试我们的底线。对，就是主要要希望他能够健康平安的长大，真的最重要。对啊。然后我们现在其实也有规划要来让他断奶，就是我们预计是。因为我12月要去拍哺乳血症，就是等哺乳血症拍完，我们就要来开始规划，让他慢慢的断奶。应该也是到时候应该也会是一个很艰辛的一个过程。艰辛的一个过程，因为其实我也很怕看到小朋友很伤心的样子。哦，会舍不得啦。对，像 Q 子有时候喝夜奶，有时候我会想要试试看不让他喝，然后就让他自己在睡。但是有时候一听到他哭，其实我就会受不了，还是会让他喝。所以我很怕到时候断奶的过程，我自己会很难熬，他也会很难熬，但是也希望他可以，希望可以顺利，对，顺利断成功了。那我们最后呢，也会把乐乐 Q 杯的资讯放在下面，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看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喽。喜欢我们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留言、开铃铛，下次见。又跟大家说拜拜。我 kiss 啊，拜拜。